家好，我是小驼仔。上周牧场小屋来了一对新人，哦不，新来了两个人。万万没想到，他们的第一个新手任务竟然是劳动学物。那只甜美可人散发着迷人的香味的羊咩咩，你的味道好大啊！算了，真实的他记仇。Lady Go。因为被张翰取掉了他淫威傲的红卫心，本来就暴躁的脾气更加肆无忌惮，性格古怪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他就是那种古怪老人了。那只公羊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体味极大，一个字膻。这围巾好膻，我感觉手里拿了一大块羊肉。我觉得你好像一坨羊，现在。很脏是吧？还有羊味，那我没办法脱不了。总而言之，那只老公羊差点没把憨哥和祖儿吓死，冒了生命的危险的。所以祖儿岂能放过？希望你们把这个围巾重新再系上他的脖子上，是我们还给你的回礼。究竟子文和永恩是否会把围巾继续戴在那只狂羊的脖子上，就等看戏了哟。拜拜。万万没想到。